这枚宣三反龙一元样币呢，在2019年北京保利拍卖呢，成交价高达了161万元。币呢由沪币造币总厂制造，于宣统三年1911年铸造。银币的正面上下圆为满汉文“宣统三年”字样，珠圈内铸有汉字“大清银币”四字，楷书端庄厚重雄浑，尽显皇家威仪。两边分裂长枝菊花纹饰，线条堪畅，尤为细腻。银币背面中间为汉字一元二字，下缘是英文币值 $1。 潘龙沿边缘自左向右呢腾云而起，栩栩如生，龙纹精细，纹路清晰，龙头居上，大尾十二须向上，龙珠在圆字下方，龙眼凹凸，鼻梁翘上，炯炯有神，龙身呈 S 型，龙爪张弛有度，整条龙呢活灵活现，气势磅礴。在币面狭小的空间，细微层面上表现出多层浮雕的效果。